浩瀚无垠的宇宙中，一颗巨大恒星周边的轨道上，运转着一颗充满垃圾的行星，十二号垃圾星。而我是这个垃圾星上唯一的拾荒者，也是唯一的人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真的很想搞明白我是谁。左伯文尼，家里的肉吃的差不多了，狩猎时间了。天气不错，看来今天会有好收获。这两只百事鼠看着挺肥的，晚上可以加餐了。很好，这周的加餐就是你的。逃逸程序启动，能量腾出到最大，先解决这一群百事鼠。我们速战速决，杀死包围圈。糟了，包鼠越来越多了，我成猎物了。我们不是铁马系的对手，拿着这些肉先跑吧。哇，温妮，我们俩不愧是垃圾星的黄金组合啊。警告，距离目标30米，二十米。启动自我检测，右肋制动装置损坏，左足关节部位损坏，动力系统停止，能源只剩20%。搜索附近能源盒，
扫描开始。7点钟方向，直线距离722米，探测到能源盒。老兄，还能走吗？能源只剩8%，即将耗尽。天都黑了，看样子我得抓紧时间了。等我回来。这些畜生最近是越来越疯狂了，问你反应越来越迟钝了，加上这次严重损坏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可他是老爹留给我的唯一念想，这么多年要不是有他在，我恐怕早就死在这垃圾星上了。就是这里了，垃圾星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会有座宇宙舰，要是能给温妮捡个新装备就好了。不知道这里除了能源盒还有什么好东西，是时候给温妮来场大修，升级换代了。这能源居然还没耗尽。哇，压缩方式很高级啊。装质子检测完毕，脑波吻合，脑波锁定，自检完毕，引擎完好率86%，驾驶舱完好率97%，数据库完好率28%，其余部分完好。捡到宝了，会自检的光甲。你好，我是木商，你可以叫我木。我叫叶虫，你可以叫我叶。我叫你叶子。你会说话？没错。还能自主行动？温妮，你这身子骨再打几次废散架不可。木，你怎么弄成这副模样的？数据库损坏，无法回答。一定是你实力不够被人揍成这样。根据数据库残存信息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你还记得怎么来到这儿吗？又是谁制造的你？你和我的制造者有着相同的血脉，你的基因唤醒了我。你认识我的家人吗？他们还活着吗？他们在哪儿？数据库损坏，无法回答。你这数据库能修吗？扳手肯定不行。好吧，修好一个是一个。修好也没用，你要死。
大范围的星耀即将爆发。星耀？星耀，一种天文现象，对生命体有毁灭性的杀伤力，波及范围之内没有生物能够生还。经过我的计算，你存活的概率只有0.01%。温妮，我们走，选一块好点的墓地。如果我们有宇宙剑，就能大大提升存活概率。做梦呢，哪里有宇宙剑啊？这还能起飞？温妮，准备战斗！好惊人的速度！我的能量无法支撑我进行下一轮攻击，你的存活概率只有17%，还挺高。教我刚才那一招呗。无序波形跳跃需要尖端光脑运算，你的光甲无法完成。速度有所提升，但格斗技巧和战斗素养都很粗糙。哼，确定？天蟒蜥全身的鳞片就跟铠甲一样，只有它的脖子是最脆弱的。我要找一块锋利的铁片。怎么样？差劲透顶，判断失误的几率为0.3%。不可能，我看你是嫉妒。飞船修好就能去外面的世界了，那里能找到我的家人吗？家人？就像温妮一样。我和温妮搭档，你的搭档呢？数据库损坏，无法回答。叶子，等你哪天够强，就可以试试跟我搭档。我去。还是别修这个宇宙剑了，你直接带我们走吧。只靠我的能量，你觉得我们能走多远？作为人类的你，
要靠什么存活？别担心，接下来就交给我。数据传输开始，程序启动中。温妮，把舱门关上吧。温妮，传输终止，飞船启动失败。该死！启动内置程序，动力系统恢复。什么？你们在哪儿？我们估计是走不了了。弹出系统启动。不上了，老兄，你要撑住啊！走。
撞了！啊！夫人！
在一招之内伤了二号，黑角终于来了个不是废物。有意思。百世叔死到临头都要咬人一口，投降不就是死路一条？我们投降，别伤害他。你先从科里出来。好。二号原来这么美。没想到第一次见面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毕竟顾家规定，替身护卫必须24小时穿戴防甲。这小子腰腿过细，没什么爆发力，头发太长容易挂住东西，胸肌很大但不结实，花里胡哨，力量欠缺，柔韧性勉强凑合。这次更是不……你想干嘛？很明显想杀了我们。说吧，你俩是谁？你不知道我们是谁？你不是黑角的人？是主控室的一级情报，必须立即修复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舱内增压，引力矩阵启动，10%。为什么捆住二号？30%。你也想被捆？氧气补充，65%。我先看了。80%。他敢。引力矩阵，60%，70%。飞船光子镀膜，50%，60%。光甲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你认识吗？认识他。告诉我，你知道什么？20多年前。曾出现过一架举世无双的光甲，但不是早就失踪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而且受损太严重了。这是你的吗？你是失事。你能救他吗？能救我就放过你。现在该你求着我吗？少爷，飞船情况紧急，动力系统瘫痪，船身多处开裂，光子镀膜撑不了多久，您快修船吧。能修飞船应该也能修母伤吧。在那场星际浩劫结束后，光甲成为了宇宙战场的绝对主角，催生出了无数操纵光甲的战斗员，也就是俗称的失事。这架光甲就是所有失事梦寐以求的光甲。拥有这样光甲的人绝对不会是普通人。少爷，别打扰他。你刚刚说失事什么意思？是光甲驾驶员？你在耍我吗？是个人都知道。看来是。我警告你，
只有少爷能修你这光甲，休想伤害他。县长，量子信号显示天罗故事那小子就在附近。我马上就让他知道脱离家族的庇护随便跑到宇宙里有多蠢。虽然部分硬件已经归位，但还没开始调试。这是光甲与失事的联络钮，好考究的电路设计啊！数据校正完毕，机能完整度67%。真的能自我校正？你叫叶什么来着？叶子。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木，你忘了我吗？你具有自我意识吗？星海茫茫，何其有幸遇见你。女士，想一起看流星雨吗？晚上10点，第8块舷窗等你。你动了什么手脚？难道是智能模块的问题？能源核心过热，主控室引擎将在3分钟后爆炸。女士，快躲进我的怀里。少爷，该怎么办？热能正在往核动力源堆积，必须立刻冷冻引擎，开启防护罩。控制系统失灵，只能舱外操作。我去。有两下子，也就能撑半个小时。什么？你不早说！你们也没问呢。我有个主意，换一条船。你看这附近的船乌泱乌泱的，你们随便挑。黑角舰队，他们还是追上来了。你俩来头够大，黑角这是倾巢而出啊！我有个主意。绑架他俩当投名状，咱哥俩上黑角的船。黑角一直想要少爷掌握的光脑科技，现在看到你这架传奇光甲，绝对把你拆了研究。我们只能合作。小子，我想到个新主意，还是得听他的。先来一炮，打个招呼。谁啊？黑角吗？我是顾少泽，我们投降。啊？
进行能量扫描。警告，爆炸风险90%。百里南，这小子恐怕有鬼，速带分界前来接应。就是现在。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，菲尔发现不对劲了，我们被舰队攻击，快撑不住了。验证成功，动作快点！要是少爷有什么不测，我饶不了你。警告，异常启动。警告，异常启动。车通过左转，剑桥正在通道尽头。知道了。白脸男，速度点，抓住顾少泽了吗？舰长您放心，他马上就会是死人了。你傻呀，我要活的。当务之急是需要找一艘物资充沛续航能力强的飞船。我看黑角最大的那艘就挺合适。别呀，我的反重力系统还没修好呢。那我就把你这块破铜烂铁丢下去。我去，不过你要答应我完全修好木栅。没问题，并且我会帮你顺利接近主舰。难道这么快就放弃抵抗了吗？想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敢说一个不字，我立刻让你脑袋分家。现在命令所有人离开主舰。所有人现在立刻离开主舰。五四五秒钟，给你们五秒钟，快啊。
事啊？救我，舰长！话可真多。听我指令，给我轰！引擎过热，15秒后启动自毁系统。15、14、13。少爷，来不及了！哎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要挂了。我来了。你还好吗？好的不能再好了，别担心。说你没死就太好了，别废话，快想办法救老子出去。收到。不好，追上了。没事，有我在。开火。防护系统太强了，激光炮根本无法击中要害。我想办法关闭飞船防护罩，你紧急行事，务必一次成功。休眠模式已启动，休眠模式已启动。怎么回事？有人启动了休眠模式。Yeah.
好吗？别管我，快去重启防护罩。防护系统启动，正在隔离损坏船舱。糟了，去能源室的通道被关闭了。我们先回驾驶舱，坚持住。我来提升速度，你负责调整方向，必须避开它。看你们还往哪儿跑！快！少爷，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。就是法。交出顾少泽，饶你们不死，否则你敢伤害少爷。
别人。多谢。母上的信号彻底断了。少爷，先顾你自己吧。二号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谢谢你。啥？没听清。你。去死吧！别动！这种激光射线足以射穿人体，不想死就别乱动。老子早就想做这张指挥椅了。消除激光，必须破坏操作系统。这激光，老子是指哪儿打哪儿。小少爷，别逼我，上面还指着你这双手解锁 Elf 光脑呢。哦，动摇摇拐，你还活着呀？去，除了顾少泽，其他人都给我杀了。这个人很危险。今天真是双喜临门，抓了顾少泽，死了舰长，看谁还能拦得住我升职加薪。叔，不可能。网成一吗？难怪能挨我这一下。你不是东妖妖怪，你是谁？怎么混进来的？这不重要。你刚刚说阿尔法光脑。我说了吗？说漏嘴了。光脑在哪儿？长老会要的东西，我这种小喽啰哪知道？果然在你们黑角手里吗？又说漏嘴了。你也想抢光脑？我警告你啊，星际海盗、四大家族、诗诗协会，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呢，你抢到也跑不了。我拿回我导师的遗物，这不叫抢。再问一遍，光脑在哪儿？光脑，古武术。你是蓝海星道场的，小心！是王成一。十斤834，十尾271，发现目标，全军追击！暴露，都别暴露，都追上来了！全军追击！追击！追！为什么没有人追上来？大人饶命啊，我带您找艾尔法光脑。这王成一能减少80%的伤害，您一点敬意还请笑纳。十斤834，十尾271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是碎石行星弹。少爷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带你出去。
居然到了飞行禁区。三人立刻做好启动保护装置。少爷，我没事，保护罩还没被彻底击穿，我立刻带你飞出去。你疯了，前面是碎石弹，后面是黑角舰队，被活捉好过送死，我试试怎么知道死不死啊。你都没有常识吗？强大的吸力，四十万流，没用，完全动不了。你一个人不行，得要经历的微操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受了伤，别乱动。二老，只能你来了。我不行，少爷。不行也得行。我相信你，二老。最主要是，你要相信自己。二老，那么多大风大浪，我们两个人都闯过来了，区区碎石弹。少爷，漏完课了没？二老，时经九度，行情前双向小角度变向。遵命。还是动不了，离漩涡越来越近了。时间八度，重复刚刚动作。是。不行，这艘船要把所有人带到沟里。右翼全部卸载，能源传输系统切断，中控室严重受损，再不撑半小时迫降。二号，最近的星球是哪里？黑角星。不，只有黑角不行，不可以。逐渐被切换成了返航模式，你们改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那胖子人呢？他趁你俩吵闹开着穿梭机跑了。你疯了，前面是碎石弹，后面是黑角舰队，被活捉好过送死，我试试怎么知道死不死。你都没有常识吗？你为什么刚刚不说？可我要去黑角啊，刚好顺路。你再不把好方向，就要坠毁喽。没办法了，只能用空间穿梭去最近的黑角星。把木收好，少爷，老师，
你的光脑我会拿回来的。进化的光影质感，目前科技根本做不到。少爷，警告，气压下降，辐射风暴还有600米、500米。走。待过一段时间，要出。需要休息，一架破光甲能比活生生的人重要。他救了我们的命，黑胶武器都有神经毒素，随时可能发作。骨架不欠人东西，你需要休息和解药。他说的对，他需要什么药？复方素雨剂，毒素抑制剂。我们得上虚拟网买。黑胶随时会追踪光信号，再查到我们的落脚点。要速战速决，试试看吧。先接上黑胶本地的虚拟网。
脑波绑定成功，欢迎你 YC。 我去这是木商缺的材料，光甲配件遍地都是，最难弄的是特效药。喂，你别一副没上过网的样子，跟紧我们别走丢了。怎么跟啊？叶子，你怎么会在基地？木，你醒了，你还好吗？我的光脑严重受损，光影质感会不定时休眠重启。这里就是失事意识训练基地，你可以在线上跟全星系的失事 PK 较量。你现在所操纵的就是入门级光甲黑鸟。哇，这黑鸟不赖啊！它是光甲初学者的标配，就像古人学骑自行车前都要先学习如何驾驶一辆婴儿脚踏车，这就是一辆婴儿脚踏车。不是吧，我能换个光甲吗？晚了。什么破系统，又给我匹配个小学生。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好在木商的材料基本买齐了，但药剂都断货了。总有办法。是啊，总有办法。果然是你，没想到你还敢回来。金，你的眼睛，你的腿。你曾经是黑角最年轻的天才师师，长老会都对你寄予厚望，但在两年前突然销声匿迹，有人说你死了，有人说你逃了，现在看来你还在给他们办事。你把顾少泽带来了黑角，这个小少爷给黑角不如给我，作为回报，我给你一个假身份，一大笔黑角点，足以让你远走高飞，衣食无忧。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。吼吼！逗你玩的，兄妹一场，干嘛呢？真不懂礼貌。我需要假身份和黑角点。你要救那小子，可我凭什么帮你？给我几个悬赏，赏金到手，我们五五分。兄妹一场，三七分吧，我七你三。往生教派首领、地下黑拳头目、黑金矿盗贼，我都接下来。哦，行家呀，都是 S 级。啊，你的新身份，还有这个，复方素玉剂。谢谢。走吧，走吧，这药库存货，再不用过期了。那傻老头死了，有空去他坟前看看。
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黑鸟这种老掉牙的机器，不是找死吗？不过这小鬼真顽强，挂了无数次还能站起来。叶子，躲避射击的方法有62种，要不要我教你？你不早说，眼睁睁看我死了那么多次。根据心理学理论，惨痛的失败让人记忆深刻的概率是90%，成为你奋进动力的概率是52%。你需要更多惨痛的失败。你够狠！放弃抵抗了吗？终于明白黑鸟无法战胜影凤了吗？还不服啊？那姐姐我打到你服！图形变了，就这么点变化。要厉害啊，哪儿搞的？跟熟人用金钻买的。终于醒了，玩得挺开心啊。啊，没错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木的光脑严重受损，通讯时断时续，这要如何修复？光脑是下一阶段。少爷，先修理修理你自己吧。你这伤势至少需要6管毒素抑制剂。我来搞定。就凭你？特效药都需要黑角弓限点，只有黑角的人才能拿到。那我加入黑角不就行了？你想加入黑角？你知道黑角是什么吗？黑角商会全是黑市买卖跟违禁品交易。至于舰队，你刚刚在主舰上大闹一会，马上你的通缉令就会贴满大街小巷了。这个黑角学员虽然不问出身不问来历，只要通过新生试炼就能拿到黑角点，但这个所谓的试炼伤亡率高得离谱。你刚刚说只要通过新生试炼就能拿到黑角点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是去送死。我刚刚说了，我来搞定。也跟你说话呢。住手！学长，是他先。
教学者，你也配？连考三年都考不上的废物。你仇家已经闻着味儿来了，再没学员罩着，就准备准备棺材。至于你，不守规矩的新人，快点道歉。我是你，就会把指甲刀收好。想打架？呼叫 F 组组长 F 幺幺，请立即前往 A 零二试炼场监考。有的是机会。我是哈克教官，由我主持对你的考核。我不问你是谁，也不管你从哪儿来，只要十分钟后你还站在试炼场上，你就是黑角师事学院的新生。首先是极限抗压测试，让我们看看你能撑几秒吧。量子离心机增压机加载完毕，测试者准备就绪。还没有问你的百锤模式好玩。比十只百尸鼠还要重。比一百吨铁蟒蜥还要沉。撑过了50秒，他刷新了入学试炼的记录。查不到任何信息，看样子是个黑户。接下来是空间障碍跑，主要考验你的耐力、爆发力、反应能力以及空间知觉。你要在3分钟内跑到终点，小心别被激光手射穿了。所有的伤害都是真实的。有点意思。1.32，只比你慢一点，约翰森。教官，接下来，请允许我出战。哦，比目还是差点儿。上机，十战。能撑10秒不死，就算过关。
你都远远超过了一般人，可惜遇上了我。试炼通过，今天开始你就是 F58 F 组第58名，欢迎你黑角失事。哈克教官，他小学院名不虚传，失礼了，借你衣服一用。要做黑脚的狗，我要那黑脚点救我的朋友。你想混进去？嗯，据我了解，光脑就在学院。啊？学院最近加强安保了，耗电量激增，应该是想暴力破解阿尔法光脑。哦。帮我个忙，至少帮我查一查光脑的位置。凭什么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做你的朋友要多备几条命。学院都是怪物级的失事，不是你小子赤手空拳能闯的。真不会怜香惜玉啊。你刚才手感如何呀？嗯，是个高手。在你见过的所有女人里，对吧，你看她还顺眼吗？顺眼啊，她是最强的。哎呀，你对他们就没有什么那个想法吗？哪个想法？就那个，哎呀，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番爱的教育了。等会儿给你看看我的极品收藏，最新款火热激情格斗。激情格斗是全息影像吗？全息体感，近战格斗，激游四溅。停！我们是脑波同步的好吗？完全把你带沟里了。你不是木偶？才发现吗？我叫沙，我跟木共享一具身体。奶奶，我要给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真有两段光你之感。沙
啥？木山跟我飞船剧烈的撞击，导致他光脑内另一端未知程序再度被激活。哎呀，要是我，我俩无法消灭对方，只能互相抢光甲的控制权。哎，你的水平没法理解这种复杂的问题。那木呢？他能行吗？喂，不是我吗？伤，又断线了，能修好吗？难，除非能拿到阿尔法光脑。如果木商真是那家光甲，那阿尔法光脑就是拿他的残片仿制的，有他就能逆向解码。可惜那个蓝海星的女人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叫哈克，今后由我训练你们。是，长官。没睡醒吗？是，长官。F61，出列。是。姓名。无敌。给我记住，想活着就不要打探别人，不要暴露自己。现在告诉我，你叫什么？ F61。 很好，你们来这里是为了成为真正的师士。F58，到。何为师士？光甲驾驶员。对，也不对。师士是追求力量的人。第三流师士，纯机械，改造身体，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第二流。将秘术和科技结合，但需要强大的精神力。第一流就是我们，将鼓舞和科技结合，淬炼身体。接下来训练开始。是。F58，过来，进去。云液能极大激发你的潜能，每期最优秀的学员才能浸泡。重心放低，靠边，看背后。哎，是没气儿吧？你们两个，
程序启动，对战训练开始。记住，99.32%的高级动作都由基础动作演化而来。能自己改装吗？备用电源，还是不够精准。你还真混进来了呀，瑞冰。掩护我，否则看到可疑人物了吗？啊，什么可疑人物？什么也没有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上次说的事儿。你愿意帮我？我有条件，拿到光脑借我一用。你，我的好朋友受了重伤，需要阿尔法光脑逆向解码才能救他。熄灯了，这光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在暴力破解光脑。难怪最近总是停电。你们去那边，那个方向是实验楼，七号实验楼。哎，等一下，准备万全再动手。你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条件反射。
少爷就好了。喂，走路没长眼睛啊，想死啊？好久不见，进。好久不见，金，或者应该叫你二号。我很想你，还有老爹拉贝。记得小时候我教你踢球吗？你一脚踹破了窗玻璃，家里刮了一冬天沙子，很冷。别费劲了，你会的都是我教的。你的剑变慢了，是因为顾家那个小少爷吗？我的剑杀你足够。当保镖当上瘾了。为什么接近顾少泽？你是个杀手，金。我叫二号。做个交易吧，妹妹。真的是普通抢匪，看着唬人，都是皮外伤。你喝，黑胶武器都有神经毒素，每一支剂清不干净。我网上买，金钻我有的是。少爷，您更需要的。叶虫，啊，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？叶虫，你什么意思？瑞冰，大家都见过，他能帮忙搞到阿尔法光能，治好木伤。真的？少爷，但他能救木伤啊？凭什么相信他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们需要他，他需要我们，我们各取所需。我们是你和木商需要的。还有我。少爷，你喝吧，你很需要不是吗？刚打劫了几个黑脚的。切，太好了。想跑就得在这儿集合，要挑个好天气。最近的风息日只剩三天，时间不多，分头行动。
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哼，没九条命做不了你的朋友。我来摸清学院防备状况，你负责调配飞行器。无伤，不知几时能行。只要能到太空，顾家朋友自会介意。喝光了。少爷，你完全康复了。船要虹膜解锁，所以我得先扫描你们的数据。红点是监控，黑点是守卫。你整点动静，吸引注意力，方便我的潜入。闲下来捣鼓捣，它能破坏附近的电子设备。搞定监控没啥问题，就是功率挺大，用完会炸。它会醒吗？会的，只要拿到阿尔法光脑。那按计划行事，我先带少爷走。武山安排了朋友接你俩去拿光脑，下午3点辐射待见。请有序上前排队，出示身份卡。排队去，你过来。我们分头行动。你要做什么？别乱来啊！我会掩护你的。滚！滚！滚滚滚滚滚滚！要不是你大意，让那个蓝海星的女人混进了队伍里，我早就抓着顾少泽去见长老会了。要不是我在辐射带救了你的狗命，你早就去见阎王了。警告，发现疑似目标，
不许动，冬帽摘掉，头抬起来。喂，你们要找的人在这里。居然是你小子。你傻呀，这都没发现。追，都给我追。十一，都不许动！往哪儿打呀？没听到吗？都不许动！舰长只说要活捉这个人，问一问蓝头发小子的下落，没说别的人也要活的。我们是雇佣兵，可不是保姆。只认金钻，不认人。你们，舰长给多少？我双倍、三倍。你那件刀枪不入的衣服呢？喂，你刚才说只认金钻是吧？他们完全没跟上来。少爷，我们很快就安全了。停车。少爷，我说停车，否则我就点燃信号弹。我早就看你不对劲，这不是去辐射带的路线，为什么要去停泊港？我只想保证少爷的安全。你说你安排了朋友来接木上，是谁？什么朋友？你把他交给黑角吧。少爷，他们答应我会保证你的安全。这种地方值得吗？做了什么吗？我不想知道，我只求您平安。少爷，我们走吧，别管他们了。他们是我们的朋友。少爷，就一次，这次能不能听我的？不，小童你自己走，我要回去救木上。他蕴藏了太多高科技与秘密，一旦落到黑角手里，很可能会爆发星系级别的狂热战争。少爷，少爷，我跟您走。
学员 F58。 这是什么？给训练家点药。请回到各自岗位。行了，进去吧。出来吧。行动。教官好。嗯，听说你各项阶段性测试都是第一名。是，银叶对我帮助很大。银叶是为了黑角的战士做准备的，它可以无限激发你的潜能，让你变成最强大的实施。记住，按时浸泡，以后你会知道它的作用是有多么巨大。教官，我想出任 F 组组长。想取代约翰森，我的实力远在他之上。有野心，那就自己想办法。取代我？就凭你？没错。就凭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现在逃跑还来得及。F58，有本事就给我来一场光甲决斗。好啊，让全院师生来做个见证。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堂堂正正的击败你。恐怕到那个时候，他们见证的是你的死亡。笨蛋 YC， 为什么一直不上线啊？星夜大神直播啊！必须站个板凳。刚才你往边上照照，你挡住我视野了。魔王怎么卡了？大神这次又虐谁呀？F58？
这光甲装备不行啊。我为什么会有种熟悉的感觉？